听读练习。选择性失忆是一个人受到外部刺激或脑部受到碰撞后，遗忘了一些不愿记得或者想要逃避的人或事的一种病症。得了这种失忆症的人，他们的大脑会像滤纸一样，将他们不愿记起的东西过滤掉，只记住愿意记得的。选择性失忆是一个人受到外部刺激或脑部受到碰撞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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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遗忘了一些不愿记得或者想要逃避的人或事的一种病症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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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了这种失忆症的人，他们的大脑会像滤纸一样，得了这种失忆症的人，他们的大脑会像滤纸一样，得了这种失忆症的人，他们的大脑会像滤纸一样。得了这种失忆症的人，他们的大脑会像滤纸一样。将他们不愿记起的东西过滤掉，只记住愿意记得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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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选择性失忆是一个人受到外部刺激或脑部受到碰撞后，遗忘了一些不愿记得或者想要逃避的人或事的一种病症。得了这种失忆症的人，他们的大脑会像滤纸一样，将他们不愿记起的东西过滤掉，只记住愿意记得的。选择性失忆是一个人受到外部刺激或脑部受到碰撞后，遗忘了一些不愿记得或者想要逃避的人
或是的一种病症。得了这种失忆症的人，他们的大脑会像滤纸一样，将他们不愿记起的东西过滤掉，只记住愿意记得的。